被誉为华语学界奥斯卡的全球华语大学生影视奖颁奖礼27日在香港亚视进行录制，邀请到香港老牌演员廖启智、姜大卫与歌手林一峰等人担任嘉宾。出道至今刚好10年的林一峰在现场透露，自己为10周年特别举办的影展十分成功，让自己十分开心。最近就一直在筹备10周年精选专辑，秋天更会在大陆及香港开展巡演，让各地歌迷一饱耳福。最近其实刚发了我的10年的这个新曲精选，那就很对得住自己跟歌迷的。不过呢，最要紧的就是筹备那个巡演。大概会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主要的城市，最后一站可能是香港，那大概在9月、10月的时候就会开锣了。而参与多部热门港剧的老戏骨、有金牌绿叶之称的廖启智，则在现场表示，虽然没有时间欣赏得奖的电影作品，但自己十分支持新晋导演，将来若有新晋导演邀请自己拍摄电影，亦会不计酬劳支持对方，力撑香港电影有新发展。咁多位望望呢边好嘛？咁多位一齐啊！我哋由你哋嘅左手边开始望啦。